火林关灭了，国小的这个棒球队为八一年成立以来，虽然讲这学校有较偏僻，资源无够，不过这球员伊完全拍拼练习，享受拍球的快乐。长期支持偏向棒球这个金融企业，经过家长会牵线，专工到学校寄付这个球具，同时嘛，带这个企业棒球队的球员，教这学生拍球，免得因未来会使伫球场发光发热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